在我们海边这么大的海螺，没有那个底下的小海螺好吃啊！黄断进去了，能看见吗？是大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海螺越大，里边的肉啊就感觉太老了，这苦的。一斤海螺7两壳，2两肉，还有1两的水分，不实惠，口感没有中海螺好吃。这内脏啊，很多人说吃了会头晕。今天我拍了让他们说咱很专业的一个作品，去不去都无所谓了。看这海螺肉，这么大的个头，黄金比例，壳薄肉肥，还这黄，这样的苦胆去不去都无所谓了。黄金比例，再来一个。